各位叉 F 的玩家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耶碧。那今年代表的厂商是 Western Digital 来拍摄叉 F 一月份的桌历。2019台北叉 F 网剧将在于12月8号与我们的华山71馆来举办哦。那今年的主题是 Christmas Party 哦，欢迎大家呢在12月8号一起来同乐。